长达六天的春节连假，害怕出门人挤人，建议您不妨前往图书馆帮心灵充电一下。知名连锁书店呢，将在春节期间推出为期一个月的行动书店活动，地点就在大东艺术图书馆，欢迎市民朋友在过年期间前往领略书香，增添艺文气质。一波波的人潮涌进大东艺文中心，这里已经成为凤山区著名的景点。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大东艺文图书馆特别邀请知名连锁书店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惊喜活动，希望让市民朋友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春节假期。跟诚品书店来合作，有一个月的时间的限定诚品的书店。那我想，对凤山地区的朋友来讲，或者是对返乡过年的我们的乡亲来讲，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段时间，能够有一个书香的连结啊。活动期间，除了规划有五大阅读区，打造幽静典雅的阅读空间之外，也将安排知名文创工作者现场分享心得，期盼带给读者最美好的生活体验。推荐的书籍都在这边能够来呈现，我想它的种类也算蛮齐备的，所以我想，而且还有专为孩子们打造的亲子区，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利用这段时间呢，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走一走，很适合来这里，因为从它是空的到目前的规模，其实诚品很用心啊，这里适合，不是只有休闲而已啦，甚至也可以把它当一个很必要的活动来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东艺文图书馆今年春节开放期间的时间为初一到初五，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，初六之后就恢复正常的开馆时间，欢迎民众到大东体验美妙的艺术书海世界。港都新闻黄兰君、周辅庆采访报道。